清晨搭网约车到达熊猫基地。基本上这边指标都做得很 OK， 那就跟着这个啊，再加上你拿的地图，我们就会不会在这里面迷路了。早上的熊猫比较容易出来活动，所以说赶在他们要回去睡觉之前，赶快就冲进去找找熊猫，很快就找到了。对啊。他第一女主角跟我说，熊猫都是晚上睡到早上肚子饿，所以说他早上的活动力特别的强，跑出来找东西吃饱之后，干嘛？那就是跑去睡觉。所以说这只熊猫很特别哈，刚刚看它在树上，结果现在看它在干嘛？它用屁股给你看，它屁股在抹。它就是给你看屁股而已。你看它一直在磨它屁股啊，有没有？看它又在那边磨，有没有？是它便便之后再擦屁股，感觉好像是。你看它就有没有？它还在磨。好可爱，那只脚，一只脚还晃下来，下来了，它是调个姿势坐吧。Oh, you can see him.去的当天这一天游客非常非常的多，大部分都是旅游团，由导游领队所带领的团队非常的多。相对的呢，因为人多呢，所以说他们进出，我们所知道是从南门进来的，在中途的地方跟这群那个团客啊都混在一起了。其实熊猫基地里面有很多的公告，都是入园些须知，尤其这个标志到处都有，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搞不懂是文盲还是带团的导游没有说清楚讲明白，还是他明知故犯。总之这是不好的示范，请大家不要跟他一样。我个人是不反对抽烟，但是你抽烟在适当的场合是很 OK 的，而且抽烟呢会增加国家的税收。好了，不提那个，来看可爱的熊猫。这次我这次行程最主要就是拍摄这些熊猫了，与大家一起分享，看看熊猫在玩耍的样子。他们其实每天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偶尔吵吵闹闹打打架。这个影片当中呢会看到这两只啊，本来是三只，一只是躺在那边跟不跟他们玩，另外这两只一直在那边打来打去，一直打来打去，打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慢慢的看下去，尤其最后的结尾非常的可爱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要下去走走了。大个子，大个子，你等我，我要跟你一起去玩。他都配乐很好玩。好了，另外这两只呢就比较神奇了。为什么？从头到尾一直打打闹闹，从我看到他们这两只的时候就打打闹闹，结果呢他们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摇来摇去，各自都不服输，哇，掉下去了。掉下去没关系，我再回来再找你玩。怎么样，这只小的始终不服输啊，一直要上去，可是上面这只大只的啊，大个的一直就是不要，我就躺下来给你看怎么样，你当我的枕头，让我躺，我不要往上爬，不准你上去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不要拉我啦，我不下来啦。哇哦，你怎么不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我就不准你上去。这两只就在那拉拉扯扯，一直拉拉扯扯，这只小的不服输啊，它就是硬要上去，结果这只大的就是不让它上去，两只就在这边拉拉扯扯，拉拉扯扯，一直拉拉扯扯。我看到这两只在互相的拉扯啊，我也就不舍得离开，继续看他们的最后面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
我们持续的看下去，看到最后你会出乎意料，你们绝对想不透他们这两只呢最后的结局是怎样，我们就看下去吧。感觉好像没有配音啊，有点沉闷。那阿周再继续叙述的这两只熊猫的心境，往这边爬啊爬啊，想爬到旁边这棵树啊。那两只呢，互相在拉扯拉扯，也互相在玩，大的不让小的，小的也不服输，两只啊就在那边缠斗啊，也在拉来拉去，扯来扯去。我对猫熊的缠斗也觉得很好奇，他们就嘴巴一用，也不是真的咬下去，就这样互相挤来挤去，可能是感情比较好吧，每天都生活在一起。你看这两只又开始在那边扯来扯去，就掉下去了。小的不服输，掉下去之后往树上爬爬，就有大个的，我也要爬树，我也跟着要去爬树，小的一下子就跑到最上面了。就大的因为体型的关系跟阿周一样胖胖的，爬啊爬，我爬爬爬爬，结果体力不支下来了，就下来下在底下看着上面的，你下来跟我玩好不好，很无奈的，拜托你下来跟我玩好不好，小的在上面，我才不要，我才不要，你都拉扯我，拜托啦，你下来跟我玩啦。小的还是看着大的，大的还是看着小的，期盼着小的下来。就这样僵持了大概几十秒之后呢，后续会产生什么情形呢，我们看一下，马上就知道结局了。小的会撑不住掉下来吗？看，小的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，小的下来啦，你下来跟我玩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你玩呢。结果这时候呢，大的看着小的不下来，而且小的在上面真的不下来，你真的不下来，好吧，那我回去睡觉咯。大的这时候就走掉了，小的看大的已经走了，你看他的速度有多快，可以下来了。谁说熊猫的动作慢呢？你看他动作多快啊，下来，大哥大哥等我，我也要去。好的，这一小段呢、啊、是阿周这边拍的还算不错的一段影片。其实我后续呢还有蛮长的影片可以继续做下去。这个去熊猫基地呢，总共我会拍，看影片可以做几集，我尽可能把它分散给大家看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